末世佛节诚心回馈，只要您在9月2日和9月9日购买末世佛节第20和21集，即赠金光群侠良善。第20集角色为苍月孤明和燕王。21集，追随大地回，救世公主逼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哪些好看的东西？金光最大档会员好康独享，只要您入会就可以得到金光最大档官方会员卡、金光最大档入会纪念 T 恤、金光最大档音乐大会演入场资格，还有会员好礼3选1，可选片场之旅、金光群侠写真集和尾牙同乐会，都将是您物超所值的好选择。哇，这么多好看的东西，我也要加入！报名期间从8月12日起至10月12日截止，是金光布袋戏粉丝专业填写报名表，或于随片附赠划拨单填妥入会资料，完成缴纳会费后，即正式成为金光最大档的一员。金光最大档欢迎您的加入，详细内容请上官网查询。无回应，打进联盟线路，再开三回，一边他在哪里？迈开飞尾，三。开三，主机也不敌不平，内心一个压抑的郁闷，不吐不快。在哪里？你的联盟杀害这么多人，大地飞马放过你。地面何在哪里？参见大地飞。你手上的那粒石头，只是一粒普通的石头，能救我关系吗？啊，无聊无聊，真无聊。那个剑无极一出去到这晚也未回来，讲好的做伙练剑呢？说不定事情比咱想的更加复杂。最近一批的杂谈人员到现在也未回来。雄姨，你也是不知错，自信你是一部棋，米其名是一部险棋，但也是一部死棋。这海气海景接下来所面临的效果以及代价，你能承受吗？父王该相信的是自身的能力，你也是不认错吗？怎样咯？这巧出来不能交予大智慧哦？为什么？因为这粒石头的主人不是巧出来。父王信赖人是属相，无论日神怎样的做法，总是得不到父王的认同。本王一再强调，你该向属相学习，但你却一直将属相当成是挑战的目标。为什么父王就是宁愿相信这个外人，也不愿相信家己的儿子？放手！杀啦！你也不能阻止我发挥修养，一剑啊！闹清醒，时间不多了啊！这个
声音，什么人？哈，你也是出手了。啊，那是你啊！来得及，就高了。